往生咒讲记第一卷当名 B 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六，请先开经本六百零七面第三行结释咒义，拔一切业障根本的身净土陀罗尼。莲池大师在注子里面告诉我们，是咒义者，这是我们通常习惯上所称的往生咒。咒本来不是属于经的，但是这个往生咒呢，也是以密法专修净土。莲池大师将这个咒附经，有他特别的用意。在书抄里面，我们看到每一段经文末后一段的注解都是称理，在每一段后面都看到称理，理就是禅宗讲的心性，称理就是称性而谈，是属于禅宗的，所以他这个注解的方式就是禅。进步二，后面加上往生咒呢，他的意思是显密不二，这才看出净宗实实在在无比的圆融。那摩，这是我们在自古至今看很多的注解都没有这个体力，所以这是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一番苦心，无非是期望我们人人都能够信解，人人能够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大事呀，一片苦心，真实的慈悲。下面说，以咒附经，经的咒而弥显，以经先咒，这个是先讲经后附咒，咒在经的后面，咒得经而越显，交相未用，应结是也。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大师他的用意已经明显的说出来了。这各经的咒而弥显，这一句怎么说法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佛在世说法是应机说法，如果佛为出机而说初学的人而说，这一些我们常常在小乘经里面看到很多，大乘经上也有，佛说得很清楚，说得很简单，并不难懂，让初机人就能够接受。那么佛像一类大根器的人，聪明智慧领悟力很强的人，佛的说法就相当的深入，我们今天看起来的确有相当的深度，往往我们看到很不容易理解，很难体会。在一般说带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还有一些鬼神天龙八部也参与了这一个法会。那么佛为我们说呢，显说了，要用我们的语言说，我们才会听得懂。那这些鬼神们都有五通，漏尽通他们没有，漏尽通阿罗汉才能够证的。五通呢，五通呢，鬼神都有，因此这些鬼神能够懂得我们人间的言语，所以他们也非常欢喜听佛讲经说法。那摩佛在一部经讲圆满之后，往往用咒，这个咒哪咒语，这个咒语呢，实在讲并不是印度话，也不是梵文，梵文也翻不出来，也不懂，咒语实际上就是鬼神的言语。那么佛说几句，就是对那些来参加法会的这一些鬼神，用他们的言语说几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亲切，有着各意思，所说的内容实在讲就是经里面的纲领纲要，所以咒
是经之密说，经是咒之显说，内容其实是一样的，一个说得很详细，一个是提纲挈领，好像讲的几个题目一样，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是密咒呢，在佛经里面就成第一种特别的体例，这是一般印度文学里面也没有的。那么鬼神对我们一般人来有感应，善神与人有感应，邪神恶鬼与人也有感应，这个里面吉凶祸福差别就很大了。那么这个感应是不是念咒就会有感应呢？念咒是一种方式，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我们现代名词里头讲的心灵感应。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沉则灵，沉则灵，那么这个沉里面到底是善是恶就不一定。单单讲沉，沉里面没有善恶，可是沉的底下这个众生的愿求就有善恶了。有人心地很慈悲，求切众生的善福，这个心是善良的。有的人这个求鬼神呢，只求自己利益而不怕伤害别人，这个心就不善了。所以诚能感诸佛菩萨，有能感一切善神，亦能感一切恶神。所以这个感之后，那个愿求里面就有善恶，就有吉凶祸福，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经跟咒一合呢，等于说显密圆融了，所以经的意趣格外的明显了，显示显露出来。这个话虽然是这么说，这么说也没有说错，可是真正要这个经意显露呢，如果我们的心不诚，就显露不出来。你要问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说过，开经记，愿解如来真实意，怎么解？光是想解，没有办法达到的呢。我们多读，多研究，多思维，是不是能够解呢？不能解，什么原因呢？佛的言语，佛所说的一切经，是从真心自信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没有加一丝毫分别想象。我们用分别的心，用思考的心，怎么能够得它的真实意？这用的心不相应吗？好像这个水源，人家的水源是清水，我们的水源是浊水，我们的浊水要想了解清水，流到清水，清水也变浊了。这就是我常讲的，我们今天是错解了如来真实意呢，曲解了如来真实意，没能够真正理解。真正要理解，用时魔方法呢，清净心，佛心是清净的，我们的心也是清净的，那就行了。如来的意思你就理解了，你就懂了。心跟佛的心一样吗？那解跟佛的解才能够相应。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一定要修定呢。我们净宗无量寿经的经题，上面教给我们修行的三大纲领，清净、平等、觉，这是修行的三大纲领。这个三大纲领呢，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就行了。譬如我们修清净心，心清净了，当然平等，心不平等
绝对不会清净，心不清净，决定不可能绝。所以这三个是一而三，三而一，从平等入手也可以，从觉入手也可以，但是对我们业障深重的凡夫来说，从清净心下手是比较上方便，比较上容易。那么我劝导大家入佛门，先读一部经，念三年，其他的一切都放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前面都曾经详细报告过，为的就是修清净心，用一部经念，心容易清净，念多了，这个头脑就乱了，所以你念多了，看多了，自然就胡思乱想。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什么好处都得不到，我们佛门讲功德。功是功夫，得是的什么呢？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开智慧，觉就是开智慧呀。你心里面妄想执着分别那么多，修行修得再勤苦，烦恼还是一大堆，妄想一大堆，智慧完全没有，这叫白修了，实在讲是修行不得法。那个不想真修的人，我们看到笑笑就算了。真正想修的人，他来见我，我会教给他方法。今天这个中午，我有几个朋友来看我，其中有一位是佛教徒，他学密的，也学了不少年，告诉我妄想太多了，烦恼太多了，想压都压不住，念咒也不行，念佛也不行，看经也不行，简直就无可奈何。我笑笑算了，道我里来看到这个书也喜欢，那个东西也喜欢，他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一样也放不下，这就不是真修那真修行人。不但这个世间一切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选一部经，一门深入，从一部经里面成就戒定慧，成就根本智，然后这根本智得到了，然后再求解，那个解释正解，就不会曲解了，不会错解了。你没有根本智，换句话说，你心不清净，不要说你看经，你会曲解，你来听讲经呢，也把我的意思听错了，这个很多呢。听懂了，或者在外面讲，我听听不是这么回事情，这意思错会啦。连我讲的意思，他都错会了，那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意思，他怎么会不错呢？可见得，关键在用心。我们要想经的咒而弥显呢，我们一定要如法的修学，要修真实的清净心，清净心起用就是智慧。佛在许多经论上告诉我们十法界的心行哪，十法界他们用的是什么心，这一点很重呢。佛的心是清净平等，这无量寿经经题上开端就是清净平等呢。佛心呢，我们想学佛，要想修净土，净土是凡夫直接成佛的一个法门，我们读经念佛，目标就是要把自己的清净平等觉给念出来呢。清净平等觉是本有啊，不是外来的，是真心，是本性呢。
菩萨的心是六度，菩萨绝对没有自己，不会想着有自己。如果想着有自己，这个人绝对不是菩萨。金刚经你们都念过，金刚经不是说得很好吗？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不是说得很明白吗？菩萨决定没有自己，起心动念哪都想这一切众生。菩萨入世跟大众接触，一定符合六度的原则，不施持戒。持戒就是守法，菩萨一定规规矩矩的，一定依着正确的方法来教化众生，不会标新立异。凡是奇奇怪怪这些事情，那个绝对不是菩萨所做的。持戒就是守法，忍辱决定有耐心，忍辱适度甜慧养慈悲心呢，不会有怨言，不会有报复，精进尽是进步，天天求进步，精是纯而不杂。他觉表现的是一门深入，因为他要教别人，自己要做榜样，教别人修一门，自己修很多门，人家看到就会起疑惑，不相信哪。菩萨一定跟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禅定绝对不为外面境界所诱惑，内部生烦恼，外部受诱惑，那是定最后一个般若，就是智慧伟门。讲理性的，他绝对不会动感情，他是非常冷静的，一切事理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菩萨决定符合这个原则。所以我们佛法要真是稍微有一点深入，这个眼睛就放光了。这些修行人，那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一句话不说，一见面就知道了。真正修行人，心变了，心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天比一天慈悲，一天比一天增长智慧。所以烦恼轻，智慧长呐。他相貌一天比一天圆满，一天比一天光明，这个相随心转，所以从他的这个容貌威仪就能看得出来，那个也不是装的呐，他自自然然的。如果看到这个修行人说修得很好，一看面上无光，威仪不雅，就晓得他即使是非常用功，他也是走错了道路，他修行的不如法佛法。真正要契入了，确实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呀，一天比一天快乐，一年比一年快乐，那是他真正得到法喜，他的功夫得力了。如果学的一天比一天苦恼，那要好好的检点反省，不是佛法错，是自己搞错了。以金光咒先讲经再说咒，佛是在人间说法，当然先要照顾人鬼神吗？后来再照顾他，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守法持戒守法啦。我们主要是为那些人，主要在人间是为人说法的，鬼神是来旁听的，他是来附带的，不是主要，不是为他们说的。如果佛在天上说法呢，那是以这个天神以他们为主了。所以今天佛是在人间说法
当然经要在前面，咒附在后面。咒得经而月灵，我们读经是两种读法，两种目的。第一种我们求根本智，那一种读法就是恭恭敬敬，经本翻开，从如是我闻一直念报，最后信受奉行，念的一个字没有念错，一句没有念错，字字分明，不去求解，恭恭敬敬的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种读经就是修定，修根本智。根本智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我们是修无知。所以如果读经的时候在想这一句什么意思，那一段怎么解是，那就坏了。你读经的目的破掉了，你是把经典当作世间书去念，那个得不到效果。因为我们读经就是修定，读一个小时是修一个小时的定，所以修定的方法很多，比如禅宗也是打坐、观心或者参禅，许多方法教下呢都是用读经的方法。我们进宗有的时候用读经，有的时候用念佛，像密宗持咒都是修根本智的方法。所以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就是方法，门就是门径，统统是修定，修定的方法，门径太多了。我们只要选择一种、两种，很适合于自己。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修起来很方便，这就好。所以这个读经是修定，跟人家禅堂里面打坐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决定不能够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对了。我们读两个小时，就修两个小时，这是第一种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深入一层，随闻入观，那是已经得到了根本质，已经得到定了，才有这个能力。没有得到定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已经得到定，这个能力是把经里面佛所讲的理论境界跟自己的心融合成一体。读弥陀经呢，就到了极乐世界，西方世界一正庄严，跟自己的身心融合成一片了，那个境界高了，那个利益非常非常之大。咒得经而月灵那，咒是密说，经是显说呀。无论是经是咒，统统跟自己的心境融成了一片了，这是真实的功夫。心愿解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完全融成一片，这个是第二种的读法。那么现在恐怕大多数人这两种都没有，所以你们学了很久功夫不得力，原因在那里不会用心，方法错了。你们听经听的时间长了，这听经每听一遍就提醒你一次，熏习一遍呐。可见得烦恼习气力量太大了，我们这一点薄弱的熏习抵不过呐。境界一线前了，马上就迷了，不但一般境界里面迷呐，正在读经也迷了，正在念佛也迷了，这个东西就难了。所以大师讲交相未用，就是经跟咒相辅相成，这个意思非常之好。
持咒降剑不思议神力传。这是把往生咒的出处说出来了，它不是出在弥陀经，也不是出在无量寿经、净土三经里面都没有，它是出在不思议神力传，出在这本书上。持此咒者灭罪往生，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要是专修这个法门，专持往生咒，确实能够灭罪，确实能够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佛说得不错呀，我看看这个后头有没有这个文，后面没有，但是我们五经读本里面收的有，也许诸位看过，经上说得很清楚，往生咒念三十万遍就感得阿弥陀佛现前，往生咒持三十万遍。在过去我们道场有个老居士，这老居士现在都不在了，张灵老居士，也许有同修见过他，没有见过他的呢。如果知道总统纪念歌，那个歌词就是他做的，就是张灵做的。他以前是总统府的秘书，那么他夫妻两个早年我讲经几乎都没有一次缺席，天天都来听的。那么他看到往生咒念三十万遍就感应的佛现前，他就认真每天念，念满三十万遍，他来告诉我说，法师哪不灵哪，佛没有现前，什么感应也没有哇，这个造的罪就很重，为什么呢？谤法啦，不是咒不灵啦，是你不如法啦。你念这个咒，先问问罪灭了没有？罪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烦恼，这是罪。一天到晚口里都是念的咒语，这一些妄想、分别、执着统统不生了，罪就灭了。三十万遍往生咒是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就是我们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呢，那才有用处，才有感应呐。一面念往生咒，一面打妄想，那怎么行呢？这个就不如法了。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这一个关键的所在。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两句话说的太好了，不但是净土修行的秘诀呐，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法门，也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离开这个原则，违背这个原则，无论修学那个法门，都不会有成就的。无量法门，特别是大乘法门，目的是在明心见性。我们净宗里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跟禅宗讲的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他说大彻大悟，见性成佛，我们讲理一心不乱，十报庄严土往生，就是见性成佛那，可见得那个缘理是相同的。一定要做到净念相继，净是清净心呐。禅宗里面六祖所说的本来不一物，你那个心里头要一物都没有，这个心是清净心现前了。可是你如果弄错了，我心里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是无明呐，把无明当作本来无一物又错了呀。
所以这事一丝毫不能够错会。佛的心清净，确实没有一个念头，虽然没有一个念头，但是没有一样不清楚。寂寂心心啊，既是清净寂灭，心是照得清清楚楚，没有一样不明了呀，那才是真性。即不落在妄想里，没有妄想心，不落在无明里，两边都不落，那叫真心。我们凡夫很糟糕，不是妄想这一边，就是落在无明那一边，总不清楚，这是我们修行功夫很难得力，很难有成就的因素。那么我们读经就是依照这个原理所采取的修行方法，譬如说我们念弥陀经，弥陀经不长，我们读经读得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不落无明。读经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心地清净寂灭，那个方法就用对了。所以读经不能够有分别，不能有妄想，不可以想经里头的意思，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读经是真正的修行哪，这叫真供养哪。还有一些人迷惑颠倒，因为什么呢？我读经呢，是读给佛菩萨听的，佛菩萨看到我很乖呢，就保佑我了，我天天念经给他听，这糊涂呢，这大错特错了。经是佛菩萨讲的，他要听这个东西呀，他才不听呢。这是修行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我们不会用这个方法，错解了这个方法，所以的效果往往是相反的。所以灭罪，晓得什么叫做罪，妄想、分别、执着、烦恼，就是罪。真的有效果，这东西少了，妄想少了，烦恼轻了，这就是你罪灭掉的现象。三十万遍往生咒念了之后，心确实达到相当清净的程度，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纵然不能到一心不乱，至少也到功夫成片。有这种功夫呢，就决定的深，这没说错呢，而是自己不会用功呢。今天往生咒念一千遍，记了下来，我今天念一千了，明天哎呦我又念了两千了，你看看难的里面，这个心里头参掺杂这么多妄想在里头，掺杂这么多欲望在里头，尤其求感应的心，求神通的心，那么切他还算不错啦，没遇到妖魔鬼怪呢。凡是求神通、求感应，都很容易被这个魔呢所扰乱呢，被这个妖魔鬼怪来欺骗呢，灭罪往生。他真的有这个功效，有这个功德，故意把业障生净土为名陀罗尼者，此云总持也。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纲领，佛法的纲领。那么底下抄这一段呢，特别为我们解释业障，这个消业障那业障，要不知道的话，到底消的是什么也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佛的同修
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业障重哪，我要消业障。问他什么叫业障，说不出来，说不出来，那还消什么呢？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障就是障碍。障碍什么呢？障碍了真心，障碍了本性，这个障就很严重。什么是障呢？业就是障。业是什么呢？业是事业呢。那个人不喜欢做事业，希望自己的事业越大越好，事业越大，障也就大了，烦恼也就大了，人生下来很可怜呐。你看，一上学念书了，你们看看学校发的作业簿，他就作业了，从一入学就开始作业，一直做到死，都做不完，你看这造业呐。所以人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他那个造业从来没有中断过，那拼命在造哪，造的善业，三善道投胎哪，造恶业，三恶道受报哪，六道轮回。那一天我们能不造业那就好了。今天下午有几个同修来看我，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是个出家的老比丘尼，很发心，自己省吃俭用，到处帮助人家盖庙，出钱出力。他有84岁，我劝他念佛了，不要再造业了。盖庙是造业吗？你们想想是不是造业？台湾的庙太多了，不要再盖了。要紧的是要念佛求往生，那不但恶业不能造，善业也不能造呢。因为你造作，说实在话，一面造作，心地还是清净，那是菩萨再来呢，不是凡夫哇。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些道场的建立，跟诸位讲，不是凡夫见的，都是佛菩萨阿罗汉化身来见的。凡夫是什么？凡夫造业哪，他怎么能出得了三界，怎么能了生死呢？诸佛菩萨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他是来利益众生的，来帮助众生的，那所以都是佛菩萨应化而来的。我们今天自己是凡夫哇，不是佛菩萨再来的那。去学佛菩萨那种事业，那我们就坏了。所以这个就要知道，老比丘尼84岁了，修行非常认真，早晨还很早起来，自己还当维那，84岁难得，这歌唱的声音也还蛮响亮的，真不容易。我今天看到他很喜欢，80几岁有这么好的身体，很难得。他来告诉我，一心又求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呢，他的孙子还不少啦，放不下，又纪念这个，又纪念那个，还有在外国的，常常问一问，现在情形怎么样啦？心里牵挂这些。我今天告诉他，这叫业障哪，那些都是魔哪，魔障哪，不会叫你往生哪。他问我怎么办呢？放下，不要管他。我说，你一心一意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
儿孙放不下了。你到了西方世界，你就是菩萨了，菩萨的儿孙会有菩萨照顾，会有护法神保，又比你照顾周到的多呀。你要不能往生六道轮回，你的儿孙谁也照顾不了，你自己也无可奈何。今天他听明白了，很欢喜的走了。我说，我给你讲的都是真话吗？错了，想错了，做错了呀。那有佛菩萨的，这个眷属没有人照顾的，没有这个道理。造极重的罪业，还有护法神在照顾他。所以佛家讲，一子成佛，九族升天，这都是实话，不是骗人的。所以你要是真正想到照顾你的家亲眷属，唯一的好办法，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你什么都解决了，你要不能生到净土，那你的问题绝不是你想象你操心所能解决得了的。这个学佛要有智慧，业障者烦障有三，一烦恼障，二业障，三报障。业障有三大类，业障实在讲无量无边。这个三大类就是平常江上所讲的惑、业、苦。惑是迷惑，业是造作，苦是受报。那么这里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烦恼我们不说细的，说粗的，细的很难懂，粗的呢就是把法名门里面所讲的念六种烦恼，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就是这二十六个烦恼造成了六道轮回。假如这念六个烦恼都断了，没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不要说是你要怎么出去了，到时候六道轮回找也找不到。所以能造六道轮回的就是这念六个烦恼。烦恼是障，里面有烦恼，外面就造作。你们在普贤行愿品忏悔记里面所念到的，什么东西造的呢？身、语、意，身体动作是造作，口里面是言语，意里面是念头，起心动念是意在造业，言语是口在造业，身体动作是身在造业。所以这个烦恼表现在身、语、意业上来发挥交起作用了。身语意就是烦恼造业的工具，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时时刻刻要有警觉，依照佛的教戒不造恶业，那就好了。那么既然有造作，后面一定有果报，善因就有善果，三善道恶因一定要恶报，就是三途地狱、恶鬼、畜生，这是三途。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没有办法脱离轮回，都在六道里面打滚，而且是一世不如一世，在六道里头像那个螺旋纹一样愈来愈下去，它不会往上面转的。什么原因呢？我们造的恶业比善业多，一生一生一世一世累积下来，这往下沉啊，不会往上浮。这一个事实，只要我们头脑稍微冷静一点，我们想想，不要想久远，想今天，从早到晚，我这个起心动念，
我起了多少个善念，起了多少个恶念，你就晓得了。什么是善念，什么是恶念？为一切众生的，为社会大众利益的善念，为自己，为个人，为一家的恶念，你起的念头到底哪一种念头多？为我自己的念头多，换句话，你就是往下堕，你不是往上飘。这就说明六道轮回的可怖，真可怕。我们在六道里一世不如一世，一世不一世苦，这是事实的真相，不可以不知。我们看下面的文，今言业障，这个明明是三障，他没有说拔三障生净土，他只说拔业障，没有说拔三障。今言业障，则中摄前后三障，业障最重，他可以没有烦恼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会有报，所以这个业在当中把上下都关联了。从因缘果里面来讲呢，业是因，报是果，烦恼是缘，就是这个果报跟果报最密切的这个叫因，疏远的叫缘，又跟果报关系最近，烦恼还远一层。像这个父子，父子父亲是因，祖父那是缘，那比较远一点是缘。所以说这个业报在这个三障，说业障是最合理的。烦恼者业之因，报者业之果也。业必有因，业必招果，故设二障。这是讲一个业障把前面这个烦恼跟后面的果报统统都包括在其中，这个好懂。除障贵除其本，如根绝不生芽，芽不生则枝叶滑果，息不生故除障，有人在枝叶上除，有人在根本上除，这就看人的根性。上上根人，立根之人，他知道从根本修，根本是从根本上下手。中下根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也没有法子从根本修，佛就教给他们从枝叶上修。譬如我们看到一棵树，这棵树我们不要它，不想要它，聪明人拔根，根一挖树就拉倒，那个笨人不要它，先把叶子一片一片的拿下来，然后枝条一条一条剪下来，最后慢慢的才把这棵树连根拔掉它。你说那个多费事，多费时间。这在佛法里面讲叫渐修，渐修就是用这个方法在枝叶上下手。这个高级的修行方法是从根本上下手，禅是从根本上。这个诸位要晓得，神秀跟慧能大师，神秀大师所接引的对象，大乘根性的人，还是从枝叶上来。六祖能大师，他是从根本上下手，他接引的是上上根人。我们净土宗是从根本修，这个要知道。密宗里面也有从根本，也有从枝叶，所以成就不一样。净宗不管是什么根性，统统从根本修，为什么呢？那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根本的根本，上根人也是用这个方法，是下根人也用这
各方法文书普贤用这个方法，阿鼻地狱众生也用这个方法，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那各可以说是理上有，确实有，事上没有。你们看无量寿经的这个世上平等的，所以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世上平等啊。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各自高矮不一样，相貌也不相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各自都一样高，相貌完全一样，都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那个世界叫平等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是理上不平等，事实上平等。世上为什么平等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说老实话，我们带业去往生的，烦恼没有断，怎么可能平等呢？决定不能平等，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珍惜，如果这一生放过了，想以后再遇到，那非常非常的难得了，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这个除障要除根，经此咒持之，则烦恼不起，是拔业障根本也。所以持咒你要懂得，如果这个咒真的把自己妄想杂念扶住了，这叫持咒，这叫功夫的立了。假如一面念往生咒，一面在打妄想，那不要说三十万遍了，三百万遍、三千万遍也没用，也是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有枉然，没用。为什么呢？你持的不如法，你不会用心。佛法的修学，无论是那一个法门，无论是那一个宗派，最要紧的是会用心，这个很重要。不会用心，模仿那个样子，那是不切实际的，不能成就的，只有外表，没有实际的内容。佛法是讲求实质，实在讲，并不重视外表。如传言，这个传就是不思议神力传上面所说的日夜各持三七遍，三七就是二十一遍，灭五逆谤法等罪是也。往往有一些同学看到这个字样，心里面生疑惑，这往生咒不长，每一天早晨念念一遍，晚上念念一遍，不难。忤逆谤法罪是极重，堕阿鼻地狱的，这样就可以灭罪吗？这是真的吗？你们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可以试试看，张灵居士念了萨万遍，没效。佛说的没错呢，还是我那一句话，我们错解如来真实意。早晚课诵我也说了很多遍，早课用意是提醒我们的，我们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遵守佛菩萨的教诲，早晨提醒呢，晚课是反省，我这一天有那些地方做到了，那些地方没有做到，做到的要继续保持，没有做到的明天一
改进，这才叫做早晚课，不是早晨把这个经咒念一遍给佛菩萨听，晚上再念一遍给他听。我们自己言语、造作、思想、行为根本就不相干，那这种早晚课说老实话是有罪过的。什么罪过呢？早晨骗佛菩萨一遍，晚上又去骗一遍，天天骗佛菩萨，你这个罪过重了呀。你要明白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就是早晚课。早晨念一遍往生咒，念的是清净，要把这个清净保持一天，不是说念完就没事了，这才叫持往生咒。你学了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用上，你这学了没用处，学以致用。晚课再有念一遍，夜梦不颠倒呢，日夜身心清净，这样萨万遍他怎么不忘身，他怎磨不消罪业呢？所以不是他错，是我们把意思解错了。我们以为经上讲的早晨念念一遍，晚上念念一遍就可以了。造作忤逆谤法罪没有关系，我念念一遍往生咒就消掉了，这叫大错特错，叫大邪见，邪知邪见，大邪见，这一点我们要晓得。这个经咒佛号确实这个功德威神不可思议，实在讲我们修行的人都是错解了意思，都是做的形式，做的表面，没有认真实际在心地上下功夫。果然在心地上下功夫，那个收获实在讲没有法子形容，所以那各佛法真实的利益不是将来得到，现在就得到哇。你这个境界完全转变，跟过去没有学佛绝对不一样，跟这个世间一切人也不一样，却确实实契入佛菩萨应化世间那个境界，在这个世间跟大家和光同尘，游戏神通，这是快乐无比呐！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那多快乐，那真实的享受。你步入境界，这个利益你得不到，这种欢喜你也得不到。所以读经念往生咒，念阿弥陀佛名号都可以，都能达到这个境界，就是要你会用功，如理如法的修行，经典里所讲的理论道理要懂的，要与理相应，经典里面教给我们一些方法，我们要明了，要把它做到与法相应，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你才能得到的深净土者。这底下解释的深净土轮回娑婆皆咒业障，这是晓得生死轮回的因在那里，因在造业。为什么会造业？因为有烦恼造业，后面才有六道轮回的果报。业障要空了，烦恼当然也空，烦恼还在，你的业障决定空不了，消业障必定断烦恼，断烦恼一定会消业障，业障即空，秽土种灭。这个秽土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种子没有了，六道轮回的因没有了，六道轮回的果报现象当然没有了。永嘉大师讲的绝后空，空无大千，大千就是六道随愿往生，往生
一定随着自己的愿望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达到随愿往生，故得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就是说你业消除了，一定得生。诸位要记住，这是在密咒上讲的，前面经上讲的也是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念佛，念佛能不能往生呢？念佛业障消了才能往生，那我们不是叫待业往生吗？没错，古大德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印光大师文钞里头也讲得很清楚，待是待过去的业，不可以待现在的业。过去什么呢？过去没有学佛不知道所造的那个业，这是可以原谅的，可以给你带去。学了佛知道这是坏事，还要做，这不能原谅，这个也不可以带，只能带吉业，不可以带新业。这一点诸位一定要知道，这就是这个法门比其他一切法门殊胜的地方。其他法门说实在话，连过去的业都不能带，一定要消干净才能出得了三界。所以这阿罗汉出了三界了，四果阿罗汉，这个烦恼统统断尽了，见思烦恼统统断尽了，也就是百法明门里面所说的念六种烦恼统统断尽了，他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那么六道以外的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没有破，所以不能见性。我们这个法门见思烦恼不必完全断尽，只要把现行断了就可以了。什么叫现行？现在不发作就可以了。现在一面念佛一面发作没有用处，这个诸位要记住，就是决定不得现前。现在一定要修身心清净，这个很要紧很要紧，是我们这一生念佛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底下总持者总统摄持更无遗失，即咒之别名也，就是咒也叫总持，这就陀罗尼的意思。传名不思议神力者，即精明不思议功德也。我们这个经是不思议功德经，所以往生咒也是不思议神力咒，持咒持名即的往生，故同名不思议。所以咒实在讲就是经的秘书与经中的宗旨，意趣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往生咒讲记第二卷景美 B 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期，请先开经本第608面第一行看这个经，经题宋元嘉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这个在佛经里面称作人题，因为佛经是世尊当年在印度所说的，后来他的弟子们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原始的记录都是用梵文写成的，梵文是印度的古文，那么传到中国来一定要把它翻成中文才能够在中国流通，因此每一部经都有翻译的人题。什么人翻译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晓得，佛经的翻译是集体的创作，不是某个人翻的。那摩佛法传到中国来是中国国家去聘请，要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国家聘请的，在古时候是
帝王派特使到西藏去聘请高僧大德到中国来，所以他来到中国之后，他所受到的礼遇是最高的待遇。我们中国这个帝王以国师之礼，就是帝王的老师呢，以这个礼来接待，非常之隆重。因为帝王对于出家人这样的尊重，俗话常讲上行下效呢。这个臣民看到帝王对出家人这么尊重，这个老百姓跟这个文武官员对出家人就格外的尊重，所以这个佛教在中国就有很崇高的地位。那么经典的翻译它是有组织的，像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国立立编译馆一样，它是有组织的，而且这个组织都相当的庞大，以国家的财力，以这个全国的人力来支援。所以当时著名的学者几乎都参与翻译的工作，可是经题上只列着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就是当时这个译经院里面的主席，所以像一个学校的校长，用他来做代表，而不能看作这一部经就是他翻译的，这样看法，那就错了，是他那个译场翻译的，这个就对了。那么史传上记载的比较详细，是罗什大师的译名，我们弥陀经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的译场有400多人，可见这一个机构编制是相当大庞大。唐朝玄奘大师的译场规模就更大了，有600多人，编制600多人。我们今天看到经，这是唐三藏玄奘法师翻译的，只看到一个人，是他译场里面所翻译的，我们这样看就正确了，就不至于有误会。那么回过头来看，看到我们现代由于这个交通发达，资讯的发达，几乎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地区了，那个地方发生一点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所以说地球缩小了，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国与国的关系真的就像邻居一样。那么要想达到真正的世界和平共荣共存，这个文化的支流才叫做真正的根本，只有文化交流才能建立共识，有就是一个共同的理念，依据这个理念才能达到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如果不从这个方面来着眼，这个世界之乱，众生之苦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那么佛教在整个世界上来说，世界文化来说，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么今天世界上的经典，完整的有汉文的经典，有藏文的经典，叫大乘经。小乘经里面除汉文之外，还有巴利文、日文的经典，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而且并没有完全翻译，只翻译了一部分。那么现在佛教呢，随着这个大时代传播到西方了，传播到世界每各国家地区了，易经的工作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大课题，如何从中文、从西藏文、从巴利文翻成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字，
这些工作这么多年来也有人在做，所做的这个成效都有问题。譬如在美国纽约，沈家珍老居士对于佛法的弘扬非常热心，我知道他在这个总有二三十年历史，请了不少人把这个中文经典翻成英文的工作，翻是翻的很多。我在纽约，他老人家告诉我，他这些东西都不能出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翻译的人中英文都好，但是在佛法上没有相当的修养，只把这个字翻出，意思不对呢。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难题了。所以从前的一场，为什么许许多多人参加，大家在一块研究讨论，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要斟酌，如果用古时候那个方法集体来翻译，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现在易经是个人在那里做，个人有个人自己的成见，这个是一本不能够流通的关键所在。那么经过大众的研究讨论，这是客观的，错误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所以我跟陈老居士对这个问题，我就给他一个小的建议，我说如果再要有机会翻，譬如说翻金刚经，你一定要打听打听现在在这个世界任何国家地区有那一位法师大德对金刚经真的有研究有修有学，请他来讲，所有参与易经的这些人员大家都来听，请他详细讲，翻译人用心的来听，有问题就提出来请教，务必把经义都能够毫无障碍的理解贯通了，然后推选几个起草，他们把这个翻译的草稿写出来，以后再拿这个草本提出大家这个参与易经的人原来研究讨论，也像从前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使文与义都能够达到很正确，不至于误会。这样一出来，我相信在西方流通就不成问题了。所以易经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做的，绝对不是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可以做的，不行，还得像从前几百人的那个一场，那是最高明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福报呢。这个易经的方法非常谨严，参与的都是有道德有学问，对于两国的文字对于佛法都有相当修养，这样建立这个一场，把梵文经典翻成中国文，翻的是真好。从前这个方东美先生有一次跟我谈到这个佛经的翻译，我们就谈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石魔现象呢。印度梵文经典大量的传到中国来，我们把它翻成中文之后，那个原文到那里去了？这么多的梵文经典居然没有保留下来，在中国就等于失传了，失踪了。方先生有个推测，他这个推测也很有道理。他说我们中国人非常自豪，认为我们所翻的佛经不但意思圆满的保存，没有失调原意，在文字上比梵文还要华丽还要美好，那中文就可以直接取代梵文了，梵文经典用不着了。这是方先生他的见解，
我们听听他的话也蛮有道理，中文的经典确实是翻得好，所以明题是一场主持的呢。这一次这个一场就是求那跋陀罗尊者，他是这个一场的主席。那么前面宋氏朝代在此的宋元家都是代表时代年份，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以宋为国号的有好几个，最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宋国，我们在这各左传里面都读过。那么这个宋呢，是南北朝时代宋齐梁陈，南朝宋齐梁陈是刘裕，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也叫他做刘宋。刘裕在现在的南京，那个时候叫建康，建立一个政权称为宋，大概传了八代，将近60年。这个诸位在历史上可以能够看得到，那么他的年代是在公元420年到479年以后为其所灭了。那么宋齐梁陈这四个朝代都在南京，现在的南京，所以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呢。这各四个朝代就占了四个。那么在这个以前三国时代，东吴也是建都在南京，所以南京有六各朝代建立的首都。元嘉是年号，就像这个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属于年号。那么这个求那跋陀罗法师到中国来是在元嘉的末年，元嘉在刘宋可以说是很稳定的一个时期，也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元嘉一共好像是有32、3年的样子。天竺是法师的籍贯，法师是印度人，印度古时候称为天竺。我们在历史上有五天竺，我们叫五印度，分为东南西北中。那么他是印度人，这个三藏就等于我们现在所称的学历。现在我们常讲他的学位是博士学位、硕士学位，这是他的学位，他通达三藏。在古时候，如果不是三藏法师，可以说没有资格主持一场作为这各翻译经典的主席，他没有资格，他一定是博通三藏，他才有资格做这个翻译主席。求那跋陀罗是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是音译的。我们看这个下面的注解，书抄宋者，南北朝国民，元嘉者，年号天竺者，西域国民，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求那跋陀罗是梵语的音译，要翻成中国意思呢，叫功德贤，名字含着这个意思。宋言南北者，十方南北分王，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朝，五胡乱华就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实在讲跟我们现在有一点相似，是乱世，乱世所以这个国家疆域都不大，这个船的年代也不久也不久，这是属于乱世。宋王江南，这个字念破音字，念望，王就是统治的意思，他统治江南，为刘宋也，就是刘裕所建立的，
这一个政权，他一共是传了八代，传了八代，59年，总共59年。元嘉者，文帝元嘉末年也。文帝是刘宋第二代的君主，第二代在整个他这个五朝当中，他这一代这个政治最清明，社会也非常的安定，所以他做皇帝做得久，他做了30多年，他整个政权总共只有59年，他做了30多年，几乎超过一半了，所以他这个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这是第二代天竺一云深读，这个深读跟现在讲的印度音就很接近，都是音译，都是音译。有五天竺皆西域也，那个时候说是中国的西方，现在我们晓得印度并不是在中国的西方，而是中国的西南方。为什么那个时候说西方呢？因为那个时候交通都是往西方去，到了葱岭之后再往南走，那就是印度了。所以西域当时是指我们现在新疆跟阿富汗一带的地区，都称之为西域。跋陀博通三藏，这是说这一位法师他的德学，德是他的修持，学是他的学识非常渊博，三藏经典都通达，游专大臣。这个大臣他的造诣特别深，号摩诃衍。摩诃衍是梵语，翻成中国就是大臣。神亦非一，被载传记孔繁不续，高僧传里面有他的传记，所以在此的就不多说了。神亦非一，他有这个神通，这个现代人所谓的特异功能，他也有特异功能。那么神僧传里面也有他的传记，在我们中国高僧传里头，凡是有神通明显表现出来的，以后都把这些人归在一起，那摩这个称之为神僧传。神僧传里头有他一本陀下无罗字，求那跋陀，这个往生咒有两个本字，有一个本字呢也是这各上面都没有问题。宋元嘉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翻译，有一个是求那跋陀翻译的，那到底是那一个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呢？这是两个人，两个人同一个时代，所以究竟是那一个人是这各一场的主持，这个一场的主席就很难考定了。或一是求那跋摩以二师同时故，为审核所议也。审是审定，没有办法确定是那一位。他们两个都是印度当时来到中国弘法的高僧。那么这把这翻译的人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就是咒了，是往生咒的正文。那么往生咒总共14句，每一位同修都念得很熟，我想没有一个人不能够背诵的。要念的怎么相应呢？那就是个问题了。这个咒因为大家很头，我们也就不必念了，咒可以不翻，因为它是佛的密语，也以翻，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也可以翻，不翻哪以恭敬心去受持容易的利益。因为诸位要晓得，
佛法修学所用的这些方式，无非是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那目的就达到了，这没有意思呢。那你就不会打妄想了，老实念吗？容易舍心，容易入定大，如果有意思的话，这一面念，一面会打妄想，反而不容易入定，这在修行上，所以古人讲，念经不如念咒。为什么呢？经有意思呢，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呢，就不如念咒。咒没有意思，没有意思的咒呢，越长越好，像这个往生咒，那比不上大悲咒，大悲咒比不上楞严咒，咒长你不能念错，一个字一个句都不能念错，在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就是功德啦。久而久之，你这个心哪，慢慢就定下来了，慢慢就达到清净了，这是用这个方法达到心地清净的目标，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又说，念咒不如念佛，这个是真的，佛号功德不可思议。那么究竟是念那一种好？古人所说的是一个原则，不能涵盖一切众生的根性，有些人读经容易摄心，有些人念咒容易摄心，有些人念佛号容易摄心，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我们自己选择那个法门，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不知道呢，可以试验试验看，把读经、读咒、念佛三样东西都试验一个阶段，以两、三个月的时间来试验，那就晓得了哦。那一种方法容易摄心，也就是我们俗话讲收心呐。那一个方法容易收心，那么这个方法对自己呢，就有效果，就有利益，就可以坚持用这个方法，一直用到自己真正达到心地清净，清净心现前，就是三昧现前。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正常的享受，正常的享受就是健康的享受，清净自在的享受，那叫真乐呀。到心地清净自在了，自然就生智慧了，这就所谓是因界生定，因定开慧，清净心就是定。那么我把这个咒的意思依据古大德的解释跟诸位略略的说一说。南无这两个字在佛门里面用的最普遍，用的最多，意思我相信许多同修们都知道，南无是恭敬的意思，礼敬的意思，我们今天讲敬礼，有皈依的意思，有归命的意思，那么在梵语里面称为南无。这个古音哪，在当时翻这两个字，那个音就念南无。我们的言语会随着时代去变，字的形状没有变，读音哪，古今不一样了，现在读南无，读南无，古音念压，所以这个咒语呢，一定要念当时那个古音发音才正确。所以咒语到现在很多咒都念得不灵了，原因在那里，我们把音全念错了，不是当时翻经那个时代的读音，我们用现代的读音来读，所以音不准确了。
而咒语里面有许多是跟鬼神往来的，里面有很多是鬼神的语言，那个音发错了，那就听不懂了。譬如说很简单的美国总统，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文翻译的，现在我们总统翻做克林顿，他要来了，你叫他克林顿，他一定不懂，他一定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音不正确呢。现前的中外的，这个我们中文翻的，我们翻出来念给他，他都不懂，那何况古时候，那问题就更大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一层，但现在怎么办办呢？现在以恭敬心，不管念错念对，没有关系，至成功敬的念就好。晓得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摄心，真的能达到摄心，我们这个念咒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很好。所以也不必去计较它的音正确不正确，要想这个音正确非常非常难。密宗上师虽然代代口传，口传也不见得正确，那一个法师还有乡音哪，还有方言，你想要纯正释迦牟尼佛传那个原因，不可能啊，无法能够相信这个音是释迦牟尼佛当年传的原因，不可能。中国人有中国人每一个地方上的方言，外国也一样呢。印度古时候交通也不太发达，那个大国恐怕连我们现在一个小乡镇都不如呢。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方言，每一个的方有每一个地方的文字，我们中国的文字秦始皇统一了，秦始皇没有统一之前，中国文字很复杂，同样一个字就很多的写法，所以像这一些情况我们都要明了，因此佛才教给我们四依法，使我们把这些疑虑澄清。四依法就是依义不依语，意思对了就行了。语言这个翻译的文字上不必去计较，只要它的意思正确，我们就可以遵循，南无是归一归命，恭敬的意思。阿弥陀婆也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梵音翻过来的。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翻阿弥陀，阿弥陀这个地方是阿弥多，后面还有尾音，那个婆夜是尾音，我们翻阿弥陀佛，阿弥陀那个尾音省略掉了，就不要了，这个是完整的连尾音带起来，那就是阿弥多婆夜，阿弥多婆夜多他加多夜，这一句梵语翻作如来，所以合起来讲就是皈依或者皈命阿弥陀如来。这个阿弥多婆夜要是把它翻作中国的字呢，就是无量寿无量光，这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实际上它这个无量是包含一切的无量多的业，它有很多咒里面，我们念到达直他，跟这一句完全是相同的，梵音是一样的，意的字不相同，就是达直他多的业他，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即说咒曰，那个心经里头般若心经里面把这一句翻成中文即说咒曰，这下面才是咒语。所以前面这个是佛号，
是佛号不是梵语。底下这个咒语了，第四句到第十四句，这十一句这是咒语。咒语一开头，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都是无量，婆毗是光明，所以这一句就是无量光阿弥陀佛的名号，无量光那阿弥利多，意思就是无量。悉耽婆毗，悉耽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一尘，亦是一理，尘是尘，就是一切的义理圆满的成就。婆毗是光明的意思，可见得这个咒语里头都是赞叹阿弥陀佛无量光寿，一切无量都是这个意思。阿弥利多是跟前面一句一样的意思，都是称无量寿佛。毗迦兰帝这一句里面是含多义，有很多意思在里头。第一个呢，有无爱心。佛与诸大菩萨在十法界里面度一切众生，就像华严上所说的，理是无爱，事是无爱，它含的有这个意思，有方便的意思，善巧方面，普度众生，它含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下面阿弥利多是无量，毗迦兰多，毗迦兰上面是毗迦兰地，此地是毗迦兰多，意思也很接近，稍微有一点不同的，他这个末后有真如不退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西方世界一切众生生到那边缘正三不退，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这个迦弥尼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弥陀净土那极乐世界，他养国土。迦迦那是比喻，是赞叹，他的意思是虚空，或者我们讲天界六道里面讲天道，高高在上，广大无边，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用这个虚空，用天界呢来做比喻。底下这一句至多加利，这一句也是含多义，它有帝王的意思，帝是真实，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真实的，它有这个意思在。帝就是帝时，真实的往这一条路是真实的，所以在华严会上，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非常欢喜乐意求往生，有这个意思，有愿去的意思。后面这个娑婆诃，这是所有一切咒最后都有这一句，这一句翻成中国意思呢，就是快速的圆满，是一个祝愿的意思，希望我的愿早一天成就，早一天圆满，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十四句古大德给我们说的咒语的大意，这个意思你了解很好，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不了解老实念，如果了解呢，我们念这个咒子好，可以随文入观，念到那一句，这个境界可以能现前。这个下面呢有两行，这也是属于经，这是经的常行，说明持咒有五种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大乘经典里面佛为我们开示，都会说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为什么呢？底下持咒能不能的这五种利益，诸位要晓得，
关键就在这个善字。我们持咒向我前面跟诸位报告的，有人真的依照经典里面所讲的往生咒念了30万遍没效。他没有想象那个佛说的善男子善女人30万遍才有效呢。我们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关键在此的呀。那么到底这个善的标准在哪里呢？观无量寿经上讲的敬业三福，西方极乐世界古大德所说的，他是大乘的大乘，是一乘的一乘，至高无上的法门，这心不善怎么能往生？敬业三福最起码的要具足第一福啊，这我们讲待业往生啊，身凡圣同居土，如果这三福一福都没有，我们这一生念佛苦修只能够说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一个善缘，这一生往生很难。为什么呢？不符合佛所讲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善男子善女人最起码的善四句孝顺父母，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最低的。如果连这个四句做不到，那个你念经念咒念佛都是跟佛结个缘，这一生想往生很难。第一个善就是这四句做到了，凡圣同居土有分哪。如果再能做到第二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大概方便有余土也能有分，品位就高啦。如果能三善都具足，发菩提心，生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给诸位说上上品往生，上上品往生啊。所以可见得这个观见的字，往往我们把它疏忽掉了，轻易的看过了，到念到几百遍几十万遍没有效果的时后，还怪这个经不灵，怪佛说话打妄语，靠不住，谤佛谤法，你说这怎么得了？他不责怪自己，他去责怪经典，责怪佛菩萨。实在讲，佛菩萨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了，所以自己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善的标准？佛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有没有我的分哪？这个重要啊。所以敬业三福不能不细细讲求，你才真的明了呢。孝养父母，什么叫孝？怎样养？这里头是大学问，这个是佛法的大根本。那魔具足这样的条件，这个就是佛门里面的标准，它完全符合。这一些善男子善女人，他选择这个法门，用这个方法来修，能诵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这是第一个利益。阿弥陀佛常常在你的头顶，这个就是得佛本愿威神冥冥当中的加持，因为在头顶上你自己看不见，你看不到，他真在你头顶上，真的在保佑你，真的在加持你。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修敬业求往生，这个机会真难得，一定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法器。这个法器用现代的话来说，
一定要具备佛对我们所要求的这些条件，我们统统具足，这才有资格接受这个法门。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敬业三福。所以在观经里面，这一段经文多重要哇！维提西夫人亲眼看见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升起无限向往羡慕之心，想求生到极乐世界去，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修什么方法可以能够往生。佛没有教给他修行方法之前，先教他敬业三福，说完了又嘱咐他，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个话说的多重，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诸佛修行成佛都是以这个为基础，所以没有这个基础决定不能成就。所以真正想修，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不能不注意，不能不认真去修。那第二个利益呢，是日夜拥护，白天晚上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都拥护你，都保护你呀。你要说为什么？因为你是恩正的阿弥陀佛的学生，那第一句南无阿弥陀婆夜，这就是皈依了。南无是皈依吗？皈依阿弥陀佛了，就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学生吗？我们今天念这个阿弥陀佛不承认哪，不是真正的学生，因为我们不够资格，人家这个资格条件限制，善男子善女人，我们这个三福一条没做到，做到了就行了，做到了那你真正皈依，你才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学生，阿弥陀佛的学生。一切诸佛都尊重你，菩萨善神那有不拥护的道理呢？第三，无令愿家而得其便。这个愿家是讲过去生中的呢。过去生愿家债主，因为你有佛菩萨保佑，有护法善神拥护，所以这一些累世的愿家债主也没有法子接近你。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帆风顺，没有魔障哪。愿家而得其便，就是魔障，魔障多，魔障决定不能避免，原因在那里。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不晓得结了多少愿哪，尤其是吃众生肉，吃众生肉是跟他结的深仇大恨哪。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不是假的，吃他半斤，将来要还他八两，欠钱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这一生不还，来生一定要还。你要想到这一些因果报应太可怕了。所以从前不晓得，做了一些恶事，现在明白了，决定不造，不给任何人结怨，不跟任何人有丝毫债务的纠纷，还得干干净净，我们菩提道上减少障碍。这个已经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呢？过去生中所欠的，不知道的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将自己修学一切功德回向给他抵债哪。这个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就是抵债还债。你
不要来干扰我，我修行成就了，利益统统是你们的。这回向里头最重要的意义就在此的。这个是佛菩萨护法善神，因为你自己有这个功德，佛菩萨加持保佑你，就更方便了，更容易了。这一桩事情，诸位要是细细读的藏经，你就明白了。第四种利益，现世常的安稳。你现在在这个世间，你常常得到安稳，我们讲的平安啊。纵然有大灾大难，你也能够度过，平平稳稳的度过，不受这个灾难之苦。这个就是说，共业跟别业不一样，所以这一点不学佛的人，他不懂，稍稍有一些羞耻，涉猎一些佛法的经论，大概多少能够体会到一点。所以我常常提醒同修们，修持、读经、念佛、断恶、修善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处的这个社会是乱世，将来究竟乱成什么地步，谁都不敢预料，而且不是一个地区，全世界都乱，什么是最安全的呢？有福有德是最安全的，这是真的。你有财富，财为五家共有，一天可以丢得干干净净啊。古今这个例子太多了，不是你的呢，全是地位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正的宝藏，是真正的靠山哪，真正的宝藏靠山是人积德啦。有福有德，你身上魔都没有，人家一看到你生欢喜心，就他恭敬你，他交来照顾你，这有福那他能够度过灾难，现世常的安稳。所以这一句里面，你诵咒式的佛力加持，但是你这个基础的修持，这个德行，那个善字，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你是个真正修净业三福的这种善人啊。所以的一切天人善神的保佑，这个是真的。我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很多次，常常提醒同修们，你今天在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你今天有财富，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暂时在你眼前过一下啦，你得不到，在你眼前过一下，换句话说，你暂时有权处分，不是永恒的，暂时的。那么暂时有权还处分他，我把他做得好，做的是善事，积功累德，如果我处理的不妥当呢，就造作罪业呢。要明白这个道理，人生非常短暂，何况古人常讲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一口气不来就是第二是啦。所以什么都要看淡，都要放下，尽心尽力为社会、为大众去造福，不要想自己，不要想家庭。你真正积德修福，你的家庭自然有佛菩萨照顾，有护法善神照顾，比自己照顾周到得多啦。自己照顾不了哇，真正只有求佛菩萨、求护法善神照顾，那才是可靠的。这个道理要想通，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仔细去观察，让你了解事实真相。
然后才晓得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有就是应该怎么修法，这样就不会有错误了。这是讲你现前所得到殊胜的果报，最殊胜的是在临终临命终时任运往生，这个里头无比的殊胜就是任运。任运是自在，自在生病就不自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也不自在了，自己晓得什么时候去，不生病，站着去的，坐着去的，我们见到的听到的确实有哇，这一点都不假，这才叫一生没有白过。我们这一生过得真的有意义，真的有价值，人家能，我为什么不能？在台北市早年念佛团的李继华老居士，那个念佛堂道场不大，还没有我们各佛堂大，我在那里讲了三年经，在龙江街中心街的隔壁，那个创办人李继华老居士，印光大师的学生，这个老人家八十多岁往生的，他往生两个月前就晓得，所以星期假日看看老朋友，此行见最后一面。往生的那一天，因为他的小孩都在美国，就是老夫妻两个住在台湾，坐三轮车到这个念佛团参加共修，他们每个星期有一次共修，跟他太太坐三轮车去参加共修，在三轮车上跟太太说，他说我要往生了，你一个人会不会感觉的寂寞？其实他太太也不晓得他那一天往生，太太是虔诚的佛教徒，那你能往生，这个太好了，那你就不必挂着我了，就等于说太太同意了。他们共修就跟平常打佛七一样，不过就一支香就是了。这一支香当中有半个小时的开示，那么讲开示都是这些老居士轮流讲。那一天我听说是轮到位老居士，他跟老居士两个人对换，他说今天我来讲，因为他是年岁最大，是这团体的创办人，为老居士尊重他，就同意了。那一天他老人家一上台讲开示，讲了一个半点钟，讲得非常高兴，非常欢喜，苦口婆心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讲完之后向大家告辞，我要回家了。人家以为他八十多岁，年岁那么大，讲了一个半钟点，讲累了，以为他要回家了，没想到下了讲台，讲堂旁边有个小客厅，他就在沙发上一坐就往生了。你看多潇洒多自在，往生之前讲了一个半钟点，任运往生啊，生死自在，这个佛才叫做没有白学呢。菩萨的眷属，这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菩萨，真的是菩萨，而且不是普通的菩萨，弥陀经上讲皆是阿秉拔智菩萨，阿秉拔智还得了呀，阿秉拔智是圆正三不退的菩萨，那个地位多高，那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一般的人要想自己修修到这个地位，阿秉拔智最低的是七的菩萨，就在别教里面讲也要修满两个阿僧指节才能达到这个地步呢。
你看净宗的修行一生就成就，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是第五种利益，所以诸位特别记住，这个关键就是那个善字，它标准在这个地方，善男子善女人才能得到这五种利益。同样一个道理，善男子善女人，你或者受持阿弥陀经，或者是能持弥陀圣号，都能得同样的利益，并不是只有念往生咒才有这五种，不是的，读经念佛统统都得到。那个关键条件就那个善字，诸位特别记住这一点，敬业三福，你能够把三福统统做圆满了，上上品再。